普廷2024年任满暗示再回国总理。俄罗斯总统普廷今天暗示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后可能回国担任总理，如同他2008年卸下总统职务转任总理一样。普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被问到是否将于2024年任期届满后下台，他说，我一向严格遵守俄罗斯联邦宪法，未来也将遵守。宪法明文规定，不得超过连续两个任期。现在是我连任后的第二个任期。普廷2008年做完连续两任总统后，由盟友麦维德夫成为总统，普廷则转任总理，四年后再度担任总统。观察家表示，普廷当年虽然转任总理，仍是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。普廷25日说，记得上次我曾卸下总统职务，我这次也打算严守规则，暗示他2024年可能再度转任总理。2018年3月的大选前，普廷被问到是否计划2030年再度竞选总统，他回答，我应该在这个职位上做到100岁吗？不。普廷1999年开始领导俄罗斯，2024年总统任期届满时，他将满71岁。